前，全球在积极推动 ICT 的同时，也在致力于实现脱碳社会。支持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半导体技术革新。 Tokyo Electron 以半导体制造装置为主力业务，利用专业性和所有经营资源，向市场推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新产品，并逐步扩大了生产和开发基地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迅速响应全球市场，我们在北美、欧洲、亚洲各地等邻近客户地区扩充了业务网点。 Tokyo Electron 赋能半导体产业技术革新，深入践行企业基本理念。